较有质感哦，而且呢，它是里面不论什么样的衣服都可以搭，可以搭那种宽 T 或是小背心，或是一字的啊，都没有问题。好，然后这款也没有分身高哦，因为肩带是可以做调整的哦，它的吊带的地方可以调整。好，那可以随着自己喜欢的长短度去做调整。然后这款裤管的话呢，可以反折起来会比较俏皮一点哦。然后还有一点小刷破、割破的设计。那前面有两个非常大的可爱的小口袋，后面的话呢